像吃藕粉啦，这个藕粉啊，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烦。它是里边有坚果的，是这种的。往杯子里边倒入三勺。上次有小伙伴说我做那个稀，今天给大家做稠点，可以少放点水，任何水分都可以，然后给它搅拌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然后直接搅拌。大家看到坚果了吗？看看坚果。搅拌好了，看看里边这个坚果啊，看着就想吃，里边有那个核桃，吃着挺鲜的，嚼着挺香的啊。我们成语大人小孩老人都是可以吃的啊。哇，看看这个，然后呢这一罐我又要吃完啦，确实挺好吃的，它一腿是500克的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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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分享给大家。